这棒带到右半边打得蛮扎实的，但是哇哦，蜘蛛人张志豪也不给你赚了，让观众坐在那边很安分的坐在那边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张志豪这棒打得蛮深远，在中间方向奥巴形成的安打，陈杰现在要赶快去追求，二垒上的岳振华要回来得分，野上的跑者现在目标是本垒，但是球被卡斗下来了。 只好最后是出局在二三垒之间，但是这一棒是一口气回来了两分的分数，4-0的差距，以今天狮子军的打击状况来看，这已经被判了一半的死刑了，或者是说备案要多一天出来。这棒带到右半边打得蛮扎实的，但是哇哦，蜘蛛人张志豪也不给你赚了。 这一球对志杰来说非常的可惜，谢荣豪在八局下投出了三上三下，还有很多的机会跟时间。直球被带到右半边，最后一个出局数是林敬凯，卢梦阳上来投球是完成了三上三下，也结束了这场统一狮队以及中信兄弟的比赛。最终的结果，中信兄弟4-0完封了统一狮。